Whis Josh， 大家好，我是 Hesitation is Defeat， 猶豫最敗筆。今日会分享在 Elden Ring 入面呢，怎样拿到我认为本作最有型的态度，能力值都是啦，非常之夸张的尸横遍野、尸山血海。首先是位置方面啦，我们要去到地图的北方巨人山顶，来到安揭教堂前面，就会有血子猎人老翁的入侵的。击败他之后呢，就可以拿到尸山血海，而且可以拿到灵巧角色必备的老翁面具。但由于要击败皇城入面的 boss 才可以去到巨人山顶，而且这位芦苇之地的修罗大剑客呢，虽然他不会不讲武德地突然间拿把枪出来射你，但是呢都有一定难度的。建议新手不要以这把做开局目标了，个人建议回太刀新手可以用浪衣杆太刀为目标的，不过长度呢用了一次就回不到转头了。如果不懂得去安揭教堂的话，可以参考我的路线，我自行调整个配速了。如果只是想看能力值的话，都可以按回时间轴跳去影片后段的。
都是那句啦，这一代双手各持武器的效果呢非常之不错的。咁大家可以试一试各持一把太刀，非常之爽快。而我的目标呢就是二周目的时候双手各持尸山血海，应该超级有型。咁但系呢一把呢就唔系本作最强嘅太刀，下一条片呢将会介绍本作最强嘅太刀，所以记得订阅同埋揿埋个铃铛啦。亦都多谢你睇到呢度啦，记得订阅系唔使钱噶，亦都麻烦你帮手 like 同埋 share 啦，亦都欢迎随时留言交流心得嘅。最后希望大家顺利攞到艾尔登法环啦，亦都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多谢啦。Nope.